次是我们第一次资策会用这么大型的代表团来参加国外新加坡的自然展，大概有300多家的厂商，很多国际大厂，这跟我们在国内看不论是自然展或什么，其实对台湾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借鉴。几乎全球前十大的这个自然公司就有在这边参展，其实新加坡这边是可以值得去耕耘的基地，在东南亚寻找一个基地，一个战略基地，透过这个 local 的合作厂商，把我们的产品去介绍到东南亚各地。新加坡这么小，比台湾还要小，但是它在东南亚的声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用国家的策略来发展自然产业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说他们的政府单位或是他们的一些企业呢，其实都对自然是很看重的。其实自然的东西是 trust 的，一定要一个大团队，大家整在一起，横向的整合，让我们国内这些自然公司共同做海外推广的角度，我想可以在区域型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力。也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源呢，让这些人能够整合一个台湾专有的整体的治安解决方案。整个台湾馆的一个团队，以及创新的力道，以及互相帮忙的精神，这是台湾人的精神。协同跟台湾这么多的优秀的厂商一起来这边打团体战。通过这个团体战的机会，其实我们可以像展现一些台湾我们在治安的一些软硬体的实力。到东南亚来扩展我们的生意，好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道跟服务。Cyber Week 事实上其实吸引蛮多从不同国家的来的一个客户，还包括说官员，那所以我们跟他这次来有很多的收获，跟他很多的交流，接触到国际客户的机会，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包括一些 OEM、ODM 厂商，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学术机构。相信台湾的软实力呢，能够以新加坡为第一站前进国际舞台、国际的市场。感谢资策会，感谢这一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走出来，让资策会扮演这样新的角色，站在后面支持业者，让他们有机会把他们的事业成功的推向世界，带向国际舞台。台湾之安加油！台湾之安南下！台湾之安披南下！台湾之安加油！台湾之安加油！台湾之安加油！台湾之安南下！台湾之安南下！台湾之安南下！台湾连结国际！台湾之安加油！台湾之安连结国际！台湾之安加油！台湾 number one！ 台湾之安加油！台湾之安加油！台湾之安产业加油！台湾。